Hello，各位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林朋友小林 Vlog。今天是中国之旅的第二天，我一早起来就遇到一点小问题了。我的电话嘞，是有显示 4G 的，可是嘞，它上不到网。然后我打去台湾了，他讲话有十多 G 可以用，我就上不到。不懂什么问题？如果在这边上不到网哦，就很麻烦的事。你要去搭地铁啊，你用支付宝那些啊，你全部都不能用。而且我用的这个啊，叫蜗牛，蜗牛什么？真的是蜗牛这样诶，走一下不会动，要蜗牛移动，真的是跟蜗牛移动一样。怎么办呢？就要再想办法。然后今天呢，我打算去13行跟一些批发城啊。然后现在是早上9点了。然后全部都很早开了，所以这些地方就不要早早去。我在来之前呢，我就想，哎，我可以不用带那么多衣服啦，因为带那么多衣服买嘛。可是一来到的时候，好像买不下手了，一件200多块、300多块的 T 恤这样，最便宜也是100多块，还 OK 啦。然后我可能去东山口找一下买一下，然后买一两件没什么 print 可以买天。因为没有衣服穿的。我跟你们讲啊，他从来呀、啊，就是哦，我在那边去 Manson 聘了，我已经选好衣服、哦，我一直在那边打听，哎，真美真美哦。然后哦，你去试一下哦，不要啊，很贵啊，不要。姐，你看，要回去。然后该打电话给他客服的时候，我叫他去问清楚哦，是不是这个台怎样怎样怎样。他不用，他跟你讲谢谢，拜拜。因为你们家男人都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就这样啊，等下我去哦，看的时候美美的风景拍给你们看啊。因为我来到这边哦，讲真的都是来看一些新鲜事啊，因为没有来过嘛，有看到特别的拍给你们看一下啦。OK， 现在呢，因为我要拍 content 嘛，我要去东山口，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走了很久了，我还是有一点力可以走的，可是阿田没有力啊。从这边要走去 Manson 的时候，差不多48分钟。你想看我们这样走过去？可以找更捷径的路，为什么要走回昨天走的路？因为昨天走过嘛，我才会。然后你不知道你昨天走了多久，是不是？我们要从头走到尾，给他们看到底东山口长什么样子。你们3公里的意思，两条从8点走到现在的腿。我们再踩下去哦，脚后跟哦，是有刺的，你懂吗？一踩就痛一下，一踩就痛一下。OK 啦，而且你讲你昨天来穿那路吗？你今天来穿 Underground， 看几厉害。昨天在这里迷路，然后这里有很多路口可以串来串去，真的我也是不会走啊，可是我还是靠印象走啊。哎，我的意思，可以啊？没有，他这些车没有在开，没有车，没有人，像台湾，很像台湾的。你刚刚上门讲过吗？你看啊，哎呦，可以过，可以过。走回来这个地铁站，你看背后鸟，我们要发扬马来西亚的精神，我们要手举上来的就可以过。你们看他们店门口哦，全部都有人，他们男超人在那里拍照。所以那个更够力，有帮我拍了。昨天有一个从我们走来走去走了几个小时，他还在那间店前面拍。这边你没有穿，很好看，你不会来的。眼毛放大，那个男生。还有一间是我的装修有在参考他的，因为真的太漂亮了，我拍给你们看。啊，我给你看前面还一般。每一个人手上都有一件。然后我发现最近他们都用那种一个旧款的、啊，哇，也就玩具。你看那边，可以叫一种，我们的男孩子全部都帅。你是想穿还是？没有，我觉得是因为定义，我觉得是定义的关系，定义加分。我在 ND 这样，你看他们，没有。你看，我戴个墨镜，戴个口罩，啊，然后你远远看他，他穿得帅帅的，是不是？JBO 应该很多鞋子都在穿的，结果你们不懂，是从哪里来的嘞？就是从那边呢 ，Manson Prince。
哇，你看他们。哇，你看又在拍了，又在那个。所以我们是在对面那间店，很多人拍，这整栋都是很凶。买这个吗？这是你。男生。是没？来，我们在里面带出来哦，两件。哇，你们看后面超多人。很多人都会特地来这边，在那边安排干巴，要不然等我先要不拉更。好了，东山口的整条街就这样了，这里没有什么特别，就是很多风。如果在街边有个这样像这样的东山口，我一定会每天家猫在这边。来到中国，你看我叫的是什么，你懂吗？单人套餐呢，然后鸡公包小份，就可以这样带那个包装。哎，开耶，我在录哎。喂，不要躺，快点，40块，这样大份。昨天我们吃多少钱，你懂吗？昨天我们吃100多块耶。厉害，我觉得一个人份不应该是这么多哎。还是投诉他？他应该是鱼一个人份的关系。还是投诉他？刚才哎，一人份比较好。不然是比昨天的感觉好一点。你以为昨天的比较好嘞？没有，我觉得这个 OK。哇，跟我想象的不一样。跟你想象的不一样。因为我平时不这样。哇，等下吃了知道哦。今天是星期二，你看那个人潮，漂亮。星期二，星期二，这样的人，你去走去前面呀。什么东西？他们没有，他们没有星期天的，他们星期天，因为他们每天都是星期天。真的是每一天都多人呢。你看，哇啦喂，好厉害。OK， 今天呢？已经差不多结束了，10点多，然后我刚刚就给他天气打包，我就看到一个榴莲档口，很多人排队了，我就想哇，又什么猫山王这个那个，然后他就讲到自己很厉害这样，我就去买哦。买的时候我等了干久，接近45分钟好像，我就买一个叫 cheese 榴莲什么的，他就讲这样，然后我就吃了两片，真的是没有味道了。我们还有打包一个很爽很爽的东西，就你们看，叮叮，这是小龙虾。这个是海鲜大餐，就不懂什么了。还有它的米线很秋，它米线很秋。他们冬粉不好吃，你们不要吃以后。还有它的，你看它冬粉不好吃。我们的晚餐就这样。今天没有做什么事情，不过我们有补到货。可是我没有拍到，我们有补到，我们要带去我们店里面卖。今天 vlog 就到这边了啦，我快点睡觉，现在已经10点多。今天是第三天了，其实我没有什么想拍哦。来到这里，你会发现到我很少拍东西。我就只可以拍吃给你们看，因为吃是我最享受的时候。今天的早餐就吃这个了。哇哦！我以为是白白的。肠粉，这边叫肠粉。穷烦，你这叫人家烦穷烦穷。这里香港人不喜欢叫粉肠的 ，OK？ 你就是一条粉肠。香港人。可是他们叫肠粉啊，哎，我不会游了，哇，这样大碗啊，这个。刚才我们蟹，他们的豆水都是用碗装。OK， 我现在好想用一下，然后讲我要去找货了，我找一些特别的货去我的店，因为我发现到我们这次代工，很多人都是想买一点特别的东西。不是，你讲这个叫废物，就是这些废物啦。OK。没有错，又是吃饭时间。我一定要介绍你们吃的，这个叫龙门花甲，你们可以记下来，就来中国这个位置，然后在我们的酒店后面吧。你看嘛，很臭，还有带子，还有虾，而且虾是刚抓上来才煮的，然后会有菜，有金针菇，它的米线是你从来这辈子在美秀不会吃过的口感。我到现在没吃一口。你们
千万不要叫冬粉，一定要换成海南米线。没事，海南米线 ，OK。然后我介绍你们这杯水，我跟你讲，在中国茶百道是很多的，就是很多人排队。然后我叫了这个，就是马来西亚永远都喝不到的 ，OK。就算牌子进去应该都不会有这个，因为这是他们中国的那个杨梅 ，OK， 这是杨梅波波冰，超级好喝。杨梅吐气。这个杨梅波波冰，你们真的一定要来中国，一定要 try 杨梅系列，所有都很好喝。我酒没有力啊，我不要再去做代购了。累，真的很累。我第一次来中国，给我一个很好的回忆，可以吗？欸，真的做代购的人哦，真的是我很佩服啊，真的。不是嘞，我买一些东西奖励自己啊。Darling Astro Boy， 哎呀，这样。Astro Boy， 然后它的还是蛮可爱的，然后就这几款，六款，还有两个隐藏款呢。然后我这个人是很衰的，所以不可能会抽到隐藏款的。可是我是喜欢那个第一只，然后还有一个我希望可以抽到那个黑白的啦的一只跟这只。OK， 现在我来开箱啦。OK， 我希望我可以抽到前面那两只。我不奢求隐藏款了，因为我这个人真的太衰了。OK。哇，隐藏款了吗？因为我这个人真的太水了。快点！哎呦，红色鞋子！哎，没有红色鞋子嘞。哦，哎，就是我要抽到的那一个。我讲了一半那个人哦，一半是透明的。所以它是隐藏款。它不是隐藏款，可是是我想要的那一个啦。哦，还有他的那个，这个是什么？他的 ，OK， 下一个如果抽到这个一模一样，我就送你们。OK， 还有一个卡片的呢，叮叮，给啊，抽第二个，哎呀，好紧张嘞。应该不一样嘞，屌了，也是一个冷赞助嘞。粉红色有粉红色吗？有，哦有，够力哦，头发又是黑色的哦。到底是上一个呢？哎，我很准的，我讲我要这两个，我讲我要前面。你们没有了啊！我讲我要前面这两个，你看我就抽到前面这两个，哇，真的是帅的。OK， 我满意，因为我抽到我要的。这一粒是什么？大家可以跟我讲一下吗？这一粒，它这样放都不对的，这样放还是这样站在这个地方。喂，阿天就买了这个草莓熊啊！要你给我看，你可以，我要这个盖着眼睛在梦游的。OK， 阿天，他讲，我梦游啊 ，OK。来，阿天要中那个梦游吗？跟你讲，我从来没有买过盲盒，从来都没有。可是这个真的忍不住哎。真的？哎，看这卡先，你看这卡，你懂是什么了？哦，原来是这样的啊！好兄弟啊，很重哎！你需要很重的草莓味嘛？因为正版的是有草莓味的。可以。不是猪猪的，猪猪梦游。阿天的猪猪的是什么？猪猪的。哦，可爱啊，就可爱。这个可爱，很香，哇，草莓味，很香。来，你们嗅一下有没有草莓味？我的头可以转了，可以拆的，他的头，你们看他的头，可以拆的。那草莓熊厉害的地方哦，就是它是硬的。没有，他就是卖什么东西，他都有那个草莓味，你懂吗？正版的哦，卖他的娃娃哦，都有那个草莓味。买盲盒会让你精神，会让我精神。我想买多几个哎，我想买一箱回去开。在讲什么话？放哪里？你要放哪里？这个什么狗熊？你要放哪里？600块马币 ，OK 吗？600多马币。你要放哪里？啊？我要放在全部水罐那边，这样中间这样一个一个的。不要！我不要买大大只的熊，我要买这个。不要！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是
第四天，明天我就要回家了，嘿嘿。希望我老板娘不要去太多地方啊，因为我脚真的很痛，我两脚痛。嗯，这是唯一杯好喝的牛奶，终于有味道啊！这是今天我们的早餐啊，今天吃简单一点 ，OK。然后今天我们打算去北京路，我们是住在北京路，可是我们是在公园前站，所以我们没有去到真正的北京路站。我们刚才早上起来才看到，哎，原来北京路站的 MRT 里面也有不错的地方，还有它那边就是你上到 B 出口过后也有很多买手店，也是不错。我应该很少会拍就是街景啊那些东西吧，就是我在分享一下我在中国感觉给你们。然后厕所是真的肮脏，是真的臭。因为他们每个地方都可以抽烟，因为他们在大便的时候也可以抽，在室内的厕所那边也可以抽，就算是在 shopping 里面也可以抽。我也不懂周末啦，而且应该是这里天气热的关系，大家都很抽。要怎么店很多人的话，抽他们一次真的是很够力。就算是秋风啦，我讲真的，秋风经过你旁边都不会有香水味，都是那种臭汗味。加上自己的臭汗味也给他们融入进去，真的是整间店都很臭。可能是真的太热了，希望今天的风大一点啦，不要下雨，因为每次一下雨过后都超级热，下了雨，而且它不是下大雨，它下一下就停。所以我希望今天不要下雨啊，就是一直有风吹来就好了，因为今天是我在中国最后一天了。没错，今天就是第四天结束了，怎么都没有拍到，是真的是因为太忙太忙了。我明天七点半要起来，要去坐飞机啊！我现在要睡觉了，就这样，晚安。哇，我们遇到中国女足球队了！哇哦！拍得到吗？没有，其实我不懂他们，你真的穿白衣的，是不是？穿白衣的。哪就那个？那就花的都是是不是？排队去。OK， 没有错，一转眼我就回来到机场了，终于可以飞回国。那次很少拍是因为我来少天，而且我也不是来旅游，我是来做工，去看一些东西，去学一些东西，代购啦，很忙很忙，我真的连按电话都没什么时间。OK， 我今天飞回去了过后呢，我后天呢又要飞泰国，这整个月是真的是会累死啊，因为我还要在开店嘛，所以很多东西都要去处理啊，开会啊，讨论啊，要忙啊，装修啊，设计全部都要一次过做出来。然后来到这边，我来到中国，让我更想做我的潮牌啊，因为他们潮牌的概念很讲究，他要讲做他们的设计，他们的剪裁 cutting， 然后还有一些颜色那些全部都会做到很完整的，不像我们的 local brand。 虽然我们 local brand 也有不错的，就是像那种比较大牌的，可是像我 UNDG 我觉得还有很多做不好的东西，所以我来到这边我学到很多，人家拿到我衣服的第一个感觉才是真的是很重要的。然后来到中国呢，我发现一个地方，就是因为他们天气很热，所以大家真的都是很臭哦。我一上 MRT 哦，真的是全部都是那种臭汗味，到处都可以抽烟，除了机场啊，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有人在抽烟。但是去到 Jordan 的店，还是 NBA 的 Nike 店，都还是有人在他们的 store 上面抽烟的。为什么？我真的是搞不懂为什么要抽烟去外面抽吗？为什么一定要在店里面抽？所以我一走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体验不是很好啊。刚好我们来的时候就是暑假，真的是干多人，去到哪里都多人。我一进到一间店呢，里面完全感受不到人气，然后一进去我嘎啦得一定流汗，真的湿到完那种。然后一天
可以至少冲4次那样。就这样啊，如果你们喜欢我 video 的话，你们可以分享出去，然后你们也可以 like 一下啦。马来西亚人也很少人在看 YouTube 啊，如果还有在看我 video 的人，也是马来西亚人，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一下，因为我不懂看我的 YouTuber 是什么国家人，因为我新加坡的也是占大多数，台湾、香港也是占大多数，反正马来西亚还反正好像有点少，是马来西亚人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一下啦。我们复课教育已经开放全马网课了啦，只要你一只手机或者这样带，你就可以来到我们复课教育 family 了啦。我们复课教育在全马呢已经超过有200个外州生了啦，所以你还在等什么？你想知道任何资讯的话，快